我帮你拿吧。这个是小宇宙初舞台结束后的合照，当时大川过来看我，给我们拍的。你竟然在开心的笑，家树好搞怪啊，乐意也很可爱。这个照片只有一张，只有我有，他们都没有。啊，那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送给我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？你替我保管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一定会好好替你保管的。相遇那天，躺好了吗？晚安，海老师。书呆子，好玩吗？来，先躺好了，手不许伸出来啊，等我一会儿。没事吧？我们走。师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别怕，我在这呢，别怕，别怕。